生之苦，佛在经上把它说为八大类。前面四种属于我们本身的，有生苦，有老苦，有病苦，有死苦，生老病死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。而利苦得乐也是以这个为根本。佛法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事实，不是玄学。那么学佛的同学，你们在新加坡看到的，在中国现在这些例子也不在少数，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，所以我也常在讲习当中向诸位同学报告，佛法真正修学到终极的目标，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它有理论，有方法，依照这个理论去方法修学，你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。你要说是人这一生不衰老不生病已经就不容易了，哪一个人没有死呢？释迦牟尼佛也死了，这个生死到底是一回什么事，没有人搞清楚啊。所以人呢，贪生怕死啊！你要真搞清楚了，你才晓得根本没有生死。生死这个事情像什么呢？像我们换衣服一样。你看，衣服穿脏了，你会脱掉，换一件新的。那个脱掉就好比死啊，再换一件新的就好比生啊。实在讲，我们人在六道在十法界这叫轮回呀，舍身受身呢，就等于脱换衣服一样啊。世间人不知道，不晓得事实真相啊，衣服穿脏了脱下来非常舍不得啊。那什么人呢？女人、小孩。你看小孩衣服脏了，父母亲要把它脱下来，又哭又闹，就是不肯脱。那就好比迷于生死当中，他不了解，他不知道脱掉脏的，换一件新的更好的。到他穿上新衣，他就高兴了，他又笑起来了。众生就是这种情形，不了解生死的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那我们这个换衣服也得要讲究啊，总得越换越好啊，不能越换越差了。六道里面的人生，来生的人生，或者来生的天人之身，那你换的衣服就越换越好了。如果来生变成畜生，变成恶鬼，变成地狱，你换的衣服就越换越差了，还不如现在这个身体了。这是我们要明了的，要懂得的。
所以我们会常常想到来生我们要换一个什么样的身。当然最殊胜的是佛菩萨的身，所有身相里面第一殊胜啊。佛让我们明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。于是生老病死确实可以解决。对于身外之苦有三类，第一个是怨憎会，会是聚会，冤家对头常常聚会，你很不痛快，不喜欢的人天天见面，不喜欢的事常常遇到，这一类呀叫怨憎会。再一类呢，爱别离。你喜欢的人常常离别，喜欢的事常常遇不到，这个两大类所包含的事项啊，也非常复杂，非常之多啊。第三类叫求不得，你有很多的愿，有很多的祈求，求不到，不能满愿啊。佛将我们所有这些痛苦啊，归纳这个三大类。这三大类的苦，人人都有。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没有，到天上做了天王他也有，佛了解这个里面业因果报，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冤家对头，为什么你喜欢些人物常常跟你别离，你有很多善愿祈求不能够满愿，都有业因。佛家讲的业障啊，你过去造的种种业，尤其种种不善业，不善业会障碍你，善业也会障碍你，所以善业跟不善业全都造成了障碍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古人常讲的，人在世间一生当中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称心如意的事情，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现在这个世间，称心如意能够有百分之一二已经就很难得了，不如意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唯有佛法能讲得清楚，能讲得明白。这个里面的业因，你要是都清楚都明白了，这个三大类的苦啊，你就可以解决了。怨憎会
这些冤家对他，你懂得，你就能够化解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有智慧，你有能力消除业障，化解冤对啊，所以说化敌为友啊。这个问题解决了啊，爱别离啊，你所喜爱的，你也知道何以有别离的因素，把这个因素找到，再把这个因素消除，你就能满愿了。觉悟之后啊，这个爱转变成高度的智慧，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情爱不能解决问题，情爱是迷呀。所以世间诸位，如果说是现在是太明显了，不必要很高的智慧，只要留意，常常看看报纸，看看杂志，甚至于看看电影连续剧，你会应当会觉悟啊，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看男女两个人相爱很好，结婚了，没有几天打架离婚了，是假的吧？是。虚情假意啊，我们在这里一看就看穿了啊，所以人家告诉你啊，他很爱你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说他恨你，你也晓得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都不要把它当真啊，一定要有智慧。要把情爱转变成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呀，永恒不变呐！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，他那个爱是永恒不变的。那个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你看圣经里面所讲的。神爱世人，那个爱是真的。人不爱神，神也就不爱人了，那神的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还是靠不住的。人怎样背逆神，侮辱神，去害神，神还是爱他，决定没有改变，这个爱是真的。所以佛家讲啊，这个真正的爱啊，他就不用这个字了，叫慈悲。慈悲是永恒不变，真正的爱。世间人讲这爱，佛菩萨很清楚，全是假的。